啊，不得了了！哇，出了一款我直接爱上的手游，它一开始很好玩哦，它有很多门派，然后我选的是风的，对，然后我就直接先进来了，好不好？超级有意思的游戏啊，而且我觉得它角色，我有点忘记我之前三档有没有三档我其实有点忘记，很像没有，又很像有。那这里先做试玩好了，要不然介绍一下啊，真的假的？又有合成手游了。欸，我真的不知道它有合成的元素我以为它就是，哦对 你们进来一定要先绑定哦，因为它好像没有手动帮你绑。啊，一开始就把主线弄解一解。啊！我知道这游戏在搞什么了，而且觉得他的角色很帅，所以我们每一天有40个铅锤可以练，是不是？继续干嘛？哦，所以他是挂机手游，那这边可以移到玩家。你要怎么玩啊？太有趣了吧！土石吃的呢？幻境是什么？纪元事件在哪？那这游戏已经正式在苹果已经可以玩得到了。哦，所以就跟《炼神工》的玩法一样。那这种玩法也是蛮耐玩的。你看到火山大道等之类的出入线图，那其实我觉得观众应该是比较注重角色，什么角色吗？现在看不到什么有什么角色这是林根。